前走。名字：钟伟亮。那天我妹妹生病了，没人照顾，也没有人帮她买午餐，所以休息时间我偷偷溜了出去。一个鸡蛋。还有给我一个 hash brown。 需要辣椒吗？不要不要不要辣椒。来两块四哈。谢谢谢谢。你是在做工吗？微亮，他是谁？你先回去吧，等一下我再打电话给你。OK， 拜拜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他是谁？喂，你不要动我！妈咪在工厂工作的这么辛苦，你却在这里玩女人。你对得起他吗？Hello，Hello， 妈咪啊，怎么打来？我在做工呢，什么事？快点说，等下我老板骂嘞。哎，你现在不是在读书吗？现在是休息时间，我跑回来买午餐给妹妹。跑回家？中午跑回家？等一下被老师抓怎么办？妹妹还在发烧是吗？家要记得喝多一点水，天气很热。你也是啊？哦，不要吃太热的哦。你不用担心，妹妹好多了。那就好。你放心工作吧。放学的时候记得买饭给爹地和妹妹，还有记得买爹地的骨皮膏。OK OK， 我要被骂了，记得啊，要照顾妹妹啊。哦。你快点回去学校啊。OK OK， 拜拜。拜拜。Sorry 啊。妹妹，起来吃东西，才可以吃药。公公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来，向后坐。你看，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 hash brown。你给公公。乖。这是什么来的？哥哥，你这么哭，因为你把我画得太难看了。
开玩笑的啦，来，狗狗喂你吃。我撒了谎，好大好大的谎言，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，但我真的好舍不得拆散这个家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或许这个家迟早还是会散，但我心里还是抱着那小小的希望。好，时间到，大家都读完了吧？现在把文章传上来，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都顺利的毕业了，不知道那天留堂的那几位学生考得怎样，但我希望他们都是开心的。虽然我们不认识对方，但却在彼此的经过学到了许多。领悟到自己并不孤单。哥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故事。